冲浪，大开心的笑开心，放松放松一点。来，左边方便哦，这台谢谢。对，就是有尝试想要露点。上次那个记者会的时候，大家就有问说，这次就是会露哪里啊？然后没想到这次露的是一样的，该露的都露了，有一点点线这样。那你今天是不是有第二套？对，我今天有第二套，就是颁奖的。那套我自己觉得超辣。哦。建立一点信心。对，是哪边？哪边有亮点？上还下？上尾，上尾。但是很漂亮。但这一次就是风格和上一次来参加的真的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上次比较俏皮。因为这一次是我们第三次入围最佳乐团，所以这个心情也希望可以很成熟跟稳重一点，所以我们这一次才选择用黑色来作为主题。对，然后也是第二次入围年度歌曲。哦，这个奖真的很想得。对对对，这是很希望可以得到的。没错，希望对，然后希望就是我们宣布要请大麦克的那一天，大家都在啊。对，然后我们一定要请，要吃那个麦香鱼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对。今天所有的奖中最希望得的是年度，其实都很希望。当然入围，其实我们就真的非常的开心，因为当然这也要感谢就是制作张专辑的那个制作的所有伙伴。因为大家都是花很多自己的时间，还有自己的想法，还有才华，大家投注在这张专辑上面，所以不管是哪一个奖项得奖，其实大家一定都会很开心。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很贵，所以我们不希望浪费到所有人的时间，所以是把所有精华跟生命力量放在这个专辑里面。然后我们今天也带就是歌迷送给我们的，这是歌迷第一次送给我们的项链。对。然后就是我们演出的时候，他们会接我们下班，不管是在哪个演出场。对，然后就希望可以带着歌迷的力量一起前进到金曲奖的颁奖台上面。对，希望可以。啊？金色跟红色吗？对啊，还说什么金色？钱哥，哭。钱哥，我相信你今天有。那有穿吗？金或红这样子？我们昨天就是有尽量吃了一些就红色的东西。火龙果。所以今天那个火龙果啊，莲雾啊，苹果啊 ，Pink 也是带红色的啦。牛肉啊，这样子。对对对。那个紧张到睡不着吗？紧张到睡不着倒还好，但就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吃饱喝足，然后很开心的参加这个典礼，因为前两次其实都很紧张，所以其实没什么吃，其实到后面就蛮饿。这一次我们就学聪明，对，就有先吃一点东西。这属于大家的音乐盛会，这点事情就是希望可以有一种在客厅放松的感觉呈现给大家。但也不要太放松，不能太放松，不然拍起来不好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辛苦。我们这一次告人这次参加金曲奖的穿搭和去年上一次参加不太一样，这一次比较选择一个稳重的穿搭的方式，全黑但有层次感。对，然后我们这一次也是我们带的那个是金饰品，是那个 Piaget 提供的珠宝。对对对 对，所以其实我们很紧张之外，就是也很期待。然后当然就是在后台，因为今天要担任那个颁奖人，所以我们可能会在有一套新的服装。很怕讲错话。对。三个吧，对对对，看今天选到谁咯。对，有哎、欸，今天带歌迷送我们的项链跟那个 pick， 对，所以希望今天就是因为一直以来都非常谢谢歌迷们的支持，所以希望可以带他们给的物品一起上路，一起到颁奖台上上路，怪怪的。对，但是就是因为昨天也在整理歌迷给我们的卡片。就是一直以来没这个习惯，所以就是看了特别感动，希望今天会有好的结果。对。哦，我们之前说如果得奖的话，会去麦当劳发一个奖发一百个大麦克。对。所以四个奖就是四百个大麦克。对对对。但是我们对，但是不会造成店家困扰了，也要知道有没有先得。对。对。谢谢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辛苦。